各位同学，还记得样本空间、事件、古典、几率的定义吗？一项试验中所有发生的结果所成的集合，称为此试验的样本空间，通常以集合 S 表示，而样本空间 S 的任意子集都称为事件。若 S 中每个样本点出现的机会均等，则事件 A 发生的几率P of A 为 S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事件的样本个数，即 P of A 等于 N of S 分之 N of A。 我们称这样的几率称为古典几率。举例来说，掷一粒公正的骰子一次，观察所出现的点数，其样本空间为 S 等于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因为掷出掷数点的事件为2、3、5，所以掷出掷数点的几率为6/3，等于2/1。想一想，在掷出点数大于3的条件下，掷出掷数点的几率还会是2/1吗？在点数大于3的情况下，也就是4点、5点、6点。当中只有五点是掷数，因此在掷出点数大于三的条件下，掷出掷数点的几率是3/1。根据前面的讨论，可以得知掷出掷数点的几率可能会随着已知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这就是这部影片所要讨论的主题：条件几率。在事件 A 发生的条件下，事件 B 发生的几率称为条件几率，以符号表示。这个符号读作在 A 发生的情况下 B 发生的几率，条件放后面，要求的几率放前面。以这个例子来说，其样本空间为 S 等于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设 A 表示掷出点数大于3的事件， B 表示掷出点数是掷数点的事件，即 A 等于456，B 等于235。因此在 A 事件发生的情况下， B 事件发生的几率等于3/1。其中分母的3代表 A 事件的样本点个数，想一想，分子的1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的是点数大于3且点数是掷数点的情况，也就是事件 A 跟事件 B 同时发生的事件大小。将分子分母同除以 S 的样本个数，得到 A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，等于 S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的样本个数分之 S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，等于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。因此我们用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来定义条件几率。总结一下，条件几率的定义，在 AB 为两事件，且 A 的几率大于零时，在事件 A 发生的条件下，事件 B 发生的几率称为条件几率，以符号在 A 发生的条件下 B 发生的几率表示。而 A 发生的条件下 B 发生的几率等于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。当此几率为古典几率时，因为当 A 发生时 B 发生的几率等于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，等于 S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的样本个数分之 S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，等于 A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。因此我们将条件几率定义为 A 事件发生时 B 事件发生的几率等于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，等于 A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。换言之，在事件 A 发生的条件下，可以解读成样本空间由原本的 S 限缩到 A， 考虑事件 A 交集 B 的发生的几率。我们再来看看以下这个例子。掷一枚均匀的硬币两次，
观察正反面的出现情形，已知至少出现一次正面，是求出现一正一反的几率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，库克高中某班学生中有15位学生会打排球，有18位学生会打篮球，有6位学生两者都会。现在从班上任选一位学生。第一题，已知此学生会打排球，求他也会打篮球的几率。第二题，已知此学生会打篮球，求他也会打排球的几率。设 A 表示选出者会打排球的事件， B 表示选出者会打篮球的事件。根据提议， A 的样本个数等于 15， B 的样本个数等于 18，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等于6。库克高中学生经过视力检查后发现，患有近视的比例为1/5，患有闪光的比例为1/3，患近视且闪光的比例为1/10。第一题，若有一位学生已知他患有闪光，求他同时也患有近视的几率。第二题，若有一位学生已知他患有近视，求他同时也患有闪光的几率。设 A 表示选出者患有近视的事件， B 表示选出者患有闪光的事件。根据提议， A 的几率等于1/5， B 的几率等于1/3， A 交集 B 的几率等于1/10。在这个单元中，我们学到条件几率的定义，在 AB 为两事件，且 A 的几率大于零时，在事件 A 发生的条件下，事件 B 发生的几率称为条件几率，以符号在 A 发生的条件下 B 发生的几率表示，而 A 发生的条件下 B 发生的几率等于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。当讨论的几率为古典几率时， A 发生的条件下 B 发生的几率等于 A 的几率分之 A 交集 B 的几率等于 A 的样本个数分之 A 交集 B 的样本个数。此外，我们也计算几个题目帮助熟悉条件几率的定义。其实条件几率在生活中随处可见，举例来说，君君班上期末举办同乐会交换礼物，假设全班共30人，其中有20位男生10位女生，现在主持人要先抽出第一个拿到礼物的人，若没有其他讯息，则抽中君君的几率为1/30。主持人为了炒热气氛，先看了中奖同学的姓名后提示中奖的是女同学，此时抽中君君的几率就变成了1/10。同学们也可以再想想，生活中还有哪些例子是跟条件几率有关的哦。